别在这套衣服中呢设计了，其实我觉得米妮米奇很可爱，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童心很重要，就是在这个设计的工作中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份工作，没有压力，我觉得这就是快乐，全部都是喜悦和快乐。所以当一个人呢你高兴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你会体会到中间的快乐，如果你不开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体现从中的那些痛苦，就是这是你的选择，其实是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人要有很快乐的心情，其实像迪士尼的他的精神一样，他就是快乐是人中最重要的。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姐姐。我们现在呢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迪士尼乐园，因为他们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呢有特别庆祝中国年的活动。那小朋友们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福袋，然后呢这福袋里面呢有红包，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排队啊，因为我们要去吃有六款，你看它有六个，有六款呢不同的亚洲美食，然后我们用这个每一张这个就可以换一种亚洲美食，所以等一下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亚洲美食有哪些非常好吃哦。Invite families and friends to our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as we welcome in the Year of the Mouse.园呢碰到我们的马老师，马老师你好。冰冰好，各位亲爱的观众跟听众朋友们。对，马老师每一年其实应该说都在这个迪士尼的中国新年的这些活动上面，马老师担任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呢你看到那个 Mulan 的那个 parade 全都是由马老师来负责编舞跟指导的。对，这是我们第十年迪士尼从庆祝农历年活动开始，第一年就是我帮忙筹办这个活动。那今年是我们第十年，那很开心，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那个媒体朋友跟华人朋友们都有这个机会啊，进来在开演的这一天目睹到这个现况，真的很棒。那对，我们也很开心的是，从迪士尼官方的那个证明，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每一年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游客，增加很多哦。而且我们看到每一年这个 parade 呢，真的都非常的精彩。那马老师在编舞跟筹备的过程，你们大概每一年要花多少时间呢、啊？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是我们平常大概往年大概花个两个星期做准备做练习，今年因为时间上比较赶，因为本身STC 我们的 cast 啊，从我们 STC Performing Arts 舞者呢，我们有30几位，再加上呢这、就是第三年，因为文化交流，所以我请了台湾的舞者30位从台湾来，那今年有28位。哇、wow. 那我们结合起来整个团队将近60位一起参加这个演出，我们严格来讲
before 我们进来 street rehearsal， 我们只花了两天把整个所有节目排完，然后就开始做半夜的 street rehearsal 了。哇！所以今年时间是很赶，可是我是觉得因为大家都是专业舞者，所以表现都非常好。